查三十车司机从后方超车与前方机车骑士未保持适当之间隔，针对此疑似违规超车之行为，可依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7条第一项第三款，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之罚锾。违规行为，本分局将调阅行车记录器及路口监视器画面，自单举发。另外呼吁民众驾驶车辆行驶在道路上，遇到大型车辆应随时保持安全距离，以免发生视觉死角，造成自身生命及财产之危险。